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柯，我是李妹。那今天大家猜猜我们在哪里要干点什么呢？那看到这个背景，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来到了大自然里面，要在这里寻找一些有趣的搭配的想法。那如果大家想知道我们最终会做什么样的搭配出来，就跟着我们看下去吧。我们现在要分头的去寻找一下灵感。那我们自然里见。好的。黑色给我比较特别的吸引力，一身黑可能会太过沉闷，要想打破这种沉闷，我准备在自然里面找一些灵感。现在是春天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发芽的植物，那这样也冒出了很多的生命力。 OK， 我的灵感来了。全黑系男孩的低调亮眼法则，主要就是把目光放在脚下。 Timberland 这双 Green Stride 甘蔗鞋，黑绿撞色鞋款，一点亮色的点缀让造型更具细节。但是如果要跟朋友出去玩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换一种风格。那现在我就要继续去寻找新的灵感。这身的灵感有点像把春天所有好看的颜色都给它刷在身上。最好看的花，翠绿的叶子， Timberland 早已为春天准备好了这身搭配，穿上就像是多彩的少年。当男孩的风格开始多彩起来，李妹，你的灵感在哪里呢？都在我的镜头里了。比起多彩，我更喜欢这样的感觉，坚韧一点、酷一点的自然感，和平常大家说的颜系不太一样，我更喜欢这种自然中的颜系，就像是石头缝里长出来的绿芽，树上发出来的绿叶，内心坚定自我，而且看起来也要这样，这就是我从自然找到的颜系女孩灵感。如果 cos 成一棵树会是什么样？别以为只是简单的颜色复制，小细节里都是对自然的观察。树叶里的绿深浅不一，就像那种拼色外套更活泼。Timberland 的自然感就是从自然里大开脑洞。以上四套呢，就是我们在大自然中寻找灵感做出的穿搭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没错，还有更多等着我们去发现，让我们跟 Timberland 一起跟大自然愉快的玩耍吧。嗯。